《八卦掌》64首，第7节，八个动作的名称是：长花掖泪，丹凤同朝，搓腿外跺，沿肘推山，缠肘摆镰，转身勒腰，猿猴爬杆，弯弓射虎。八个动作，我演练一下。 启示是，老宗托钵启示，长花掖泪。 丹凤出招，搓腿外跺，沿肘推山，缠肘摆镰，转身勒腰，猿猴爬杆，弯弓射虎，插花掖泪，第1首。 右手翻扬，左手击出，这是一个挑打的，接着他的外手臂上前挑打，压手出拳，这是一个丹凤头招。 插花掖泪，他是奔对方的肋，击打对方的肋骨，所以挑，丹凤同招，下仰，左手压，右手中，搓腿外跺，是裸手。 一个对方的反关节的裸手，搓腿、外跺、沿肘推山，长花掖泪，丹凤同招，搓腿外跺，沿肘推山。下面一个动作。 要缠肘摆镰，左手缠绕，右手托起，这是个反关节，摆正腿，摆的脚尖冲这个你的侧方，转身勒腰。 这是一个外摆腿，也是踢对方的肋。这是一个外摆的踢的动作，要缠肘摆镰，转身勒腰，这是向后，再做这个，再做一遍，缠肘。 托起，反关节，外摆镰，摆刀，你这边向右脚尖向你的右方那边扣步，要扣小，掰大，勒腰的动作，是身体和拳一致。 转身勒腰，猿猴爬杆是向后倒2次，也就是说，后拳要出抓拿，往后倒。
是向把对方向下前，向自己这一方拉，撞，弯弓射弧，是两个拳，啊，跟一个弓似的，上下，这击打的部位是对方的面和胸。 是这么样，我再做一遍。长花一擂，单凤同招，粗腿外跺，沿肘推扇，缠肘摆铃，转身利用，圆后抛杆，弯弓射弧。 还要说一下，就是沿肘推扇。沿肘是把双臂从上向下，啊，要贴近自个儿肘，肋，这个自己肘要贴近自个儿肋，沿推，啊，这个下压的动作，下压动作。 身体下坠，同时这个臀部要溜啊，不能臀部突出是错的啊，所以右行下来，下坠蹭肋推冲，叫沿肘推扇。好，下面带。 演练一遍，茶花一擂，单凤突抄，搓腿外跺，沿肘推扇，缠肘摆镰，转身勒腰，猿猴爬杆，弯弓射弧，转身，老曾托钵起势，茶花一擂，单凤同抄，搓腿外跺。 沿肘推扇，缠肘摆镰，转身勒腰，猿猴爬杆，弯弓射弧。好，收势。转身勒腰，要做的弓部要大一点，啊，再做一下转身勒腰。哎，好，要用自己的外手臂。 和身体的转动，转身勒腰，啊，它的用法，啊，插花一擂，是手向外扬，啊，手外扬，击打对方的肋，啊，这个做的时候，嗯，要拖住对方的中节，啊，对方这种，中节。 同时，啊，就是击打对方的肋，撞，他一这个手一搭上的时候，你看这手要扬，从上向下翻扬，啊，击打对方的肋，这叫茶花一擂。 单凤同招是压对方的手，对方手来了啊，压打。这个打的压的时候，有一个向外领点，啊，有领点，啊，领的作用啊，向外翻上目打对方的腹部。再做一遍。 搓腿外跺，这是茶花一擂，单凤同招，搓腿外跺，这个搓腿外跺是对方的手向外拧翻，中间搓腿外跺，啊，这是一个隐蔽的短腿啊，搓腿跺。
就是里边这个搓，外边的剁，也就是说里的脚面啊，这个我的脚的内侧是搓，脚的外侧是剁。这个切的部位，切它对方的小腿。好，当然搓剁，搓腿，他一疼往后跑，你看，剁，搓腿外头，所以说这样。沿着推山，是对方双手过来的时候，比如对方扑过来，或打过来。现在呢，当然有很多的用法。现在用沿肘推山是从上，啊，从上肘压住对方的手，向后向下，使对方身体重心往前倾，同时推，推山，推的时候腰要长，啊，后脚跟要蹬力，所以他推我的时候，这个力要使的是。要整，所以沿肘从底下往上搓，不是直拍，所以沿肘两肘蹭肋手摸胸啊，所以毛长走时候有这么讲法，叫什么？两肘蹭肋手摸胸，打人好似虎烧身，所以这个劲儿动作要迅速，要严谨，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肋。所以对方扑过来的时候，沿肘往下下坠，同时往上攻的时候，后腿蹬力，身体向斜上扑，发力。再做一遍，对方双手来，你看，沉肘，松，是这个发，知道这个用法就可以了。这是沿肘推一山，缠肘百连，顾名思义，缠肘百连脚，对方的手来的时候。缠肘百连啊，这个百连的时候是一个外拍脚啊，对，推对方的，这也是八卦掌的一腿啊，抬起腿掌百连脚，这叫缠肘百连。猿猴爬杆是对方的手臂奔我来的时候，是刀，它是猿猴八杆，它是猴刀绳的意思啊。这猴刀绳前面也讲过是吧，一是四指并拢的时候要抠拿啊，撕裸啊，所以像象形的拳术似的猿猴爬杆啊，就是拿对方这猴爬绳似的倒倒的时候呢，而是他这个小这几个指要扣住对方啊，撕拉动作抓他部分的肌肉，而不是全部啊。有一个向后向后倒，向后倒的猿猴啊，弯弓射虎。弯弓射虎走的时候是，就是两拳相撞啊，上下同时击中对方，就是不管对方啊，不管怎么打，抓啊，这个啊，从正面、侧面都可以是啊，所以说对方来的时候以后呢，抓也是。
上的是，他有一个刀，嗯，袁弘上弯弓手，所以到这儿有这么一个手往后一刀，他刀住对方的部位的时候，他有这么一个向后一刀动的动作，所以使对方向前倾斜，让你的面跟我的拳相撞，那有这么，不管是怎么走的，他搭过手，啊，所以说有点像马行的动作，啊，马行动作起来，这个呢就是动作小，嗯，就是对方的手过来。要快速，所以动作时候要快要准确，所以练时心中就要想着这个，所以六十四手啊，我一再的讲，就是对面无人自有人，我练的时候前面没有人，但是我这手出去的时候就好比有人，我就要打中对方的什么部位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为什么要沉肘？为什么要上上推？就是我对方这一手，双手过来的时候，我可以使眼肘。当然，眼肘是各个方面的，这是双的眼肘，包括单眼肘更多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包括换位的时候，你看，扣步眼肘，青龙回首。都是他有每招每式都有用途，所以八卦掌六十四手每招每式都有他的进攻和防守的意识，所以他是攻防技术的组合。八卦掌六十四手第七节讲到这里。